你是最后一个。我早上八点钟出来，人家就六点，早上八点，小芳六点钟，飞机过来，飞机啊，飞机，那快了，飞机比车快吧？飞机比车快吧？还有这位听众帮我吗？好了，你们两个大牌位置怎么了？能忘吧？我们门口的，太冷了。对吧？我也是回老北京。